现在拿第四卡莱卡杯 BFT，按 A 键，蓝灯闪烁两次，再按 B 键一次。先按 BFT 一按键发送总值代码，蓝灯闪烁几次，拾取种子 OK。现在来压住一键，拷贝，蓝灯常亮，拷贝成功，在一二三四一键生成，生成四键。